好，它是一个后扣式的，后扣式的，这个我有买，如果有机会我在我自己的 IG 再分享给大家看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件呢，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小性感的感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官网哦。然后它是做这一种比较性感比基尼，然后前胸有吊两条在胸围这边，所以呢看起来超级性感。那我自己是买了黑白色，因为呢它在后背也做得非常漂亮，是两条线。或许妞儿现在这样拿你真的看不清楚，不过我们官网的照片拍得非常的漂亮，你可以去看一下 model 穿起来的样子，千万不要害怕。然后它是做古铜色的这个肩带扣，非常非常的有质感，古铜色的肩带扣。然后啊，它后面啊有附这个扣子，你可以把后面变成是这样子交叉背，蝴蝶式的背。所以呢这一件真的非常好穿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拿掉，它就会是两条线的带子。然后呢它没有太多的颜色，就是黑与白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把它扣起来，它可以穿到 SML 都可以， XL 也可以。这个三颗扣子你自己扣好你自己的围，然后呢再来，它是比较性感比基尼式的感觉，但前胸做得很漂亮，刚刚有介绍过咯，这边有个扣扣，然后如果你没有扣的话就是平的，如果你把它扣起来的话它就是会变成蝴蝶式的背。像这种比较性感的都差不多一公分而已，它就不会到 1.5 公分，它就是这种一般杯垫一公分，没有上什么上薄下厚啊，下厚上薄的问题，就是整个都是一公分。